奥运会的魅力就是从全世界来的运动员，还有媒体，还有各种各样的人一起举办同一个活动，通过这个活动产生了很多很多精彩的故事。今年我在东京拍东京奥运会的时候，也亲自体验了奥运会的魅力，所以希望能够这次的北京冬奥会找到我一直寻找的一个奥运会的意义。期待，祝更团结共筑梦，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天音乐会暨总台首届中欧国际文化艺术节圆满成功，祝福北京，期待北京冬奥会一起向未来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让音乐和艺术连接你我，连接世界。